瞧见，你家有几个人？我家有六个人，我爸爸，我妈妈，一个哥哥，两个姐姐和我。李小姐，你家有几个人？我家有四个人，我爸爸妈妈一个妹妹和我。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？我妈妈是英文老师，爸爸是律师，哥哥姐姐都是大学生。我爸爸也是律师。我妹妹是中学生，再见。好，你家有几个人？我家有四个人，我爸爸妈妈一个姐姐和我。你家有几个人？我家有五个人，我爸爸妈妈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我。你妈妈是做什么的？我妈妈是老师。你哥哥是律师吗？是，我哥哥是律师。你弟弟是做什么的？我弟弟是中学生。再见，再见。你好，你好吗？你好，你呢？也很好。这是我的照片。你家有几个人？我家有五个人，妈妈、爸爸、妹妹、弟弟和我。你呢？我家有四个人，妈妈、爸爸、弟弟和我。是那弟弟学生吗？是，他是小学生。你呢？我们的弟弟都是小学生，你妈妈是律师吗？不，我妈妈不是律师。你妈妈是做什么的？我妈妈是老师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